MV 日前登上 Waterboom Festival， 麻辣等级的超强视觉效果，让 MV 诞生的传奇 Fan Cam 直接大爆。近日公司宣布 NV 将在8月2号回归，不吝难得的跟上热潮也让人非常惊喜。希望这次公司可以买到大热曲，直接让 NV 大爆，拿下超级好的成绩吧。Thank you.